什么时候才能到家啊？你这种速度恐怕要天黑以后才能到。啊，人家想要上厕所了。哎，哦，前面1公里有个休息区，我们就去那里上厕所休息吧。我看我留在车上等你们好了。啊，好清爽，这里有伴呢。太夸张了吧？要不要买点富士宫的炒面当伴手礼啊？安倍川抹吉也很好吃哦。啊，这下糟了！怎么了吗，爸爸？我竟然忘记买带去公司的伴手礼了。伊豆、沼津、井冈啊，没有冰松的伴手礼吗？我是跟公司同事说要去冰松玩的耶。爸爸，把这个给我。啊？芥末口味的小饼干？这种刺激呛鼻的感觉真棒，一定不是用粉，而是用真的山葵做的哦。评论芥末味道差别的5岁小孩，演员性之助。爸爸也吃吃看嘛，这是老套的口味哦。不要胡说了，我不买。反正一样都是静冈县嘛，没有什么时间了，买这种馒头应该就行了。你等一下。川口先生未免也太夸张了吧！北海道旅行的伴手礼居然只有馒头，实在太小气了吧！我看了也觉得很惊讶，哎，根本就是随便应不了事嘛。当然不是要他买什么螃蟹、海胆之类的东西，可是还有很多别的，像是白骨头恋人，还有生的牛奶糖。川口这个人就是欠缺这种品味啦，所以工作也都应付了事啊。就是啊，这种小事也要被批评成这样，川口那小子真可怜。这样的话选这个太危险了。老公，你在做什么？抱歉，我忘了要买带去公司的伴手礼了，不晓得该买什么好啊。真是的，随便买都一样不是吗？随便买都一样，你不知道他们在茶水间的对话有多么可怕啦。茶水间？啊，说的也是，我在当 OL 的时候也经常为了上司买了无趣的伴手礼，在背地里抱怨了一大堆呢。所以你该了解我的压力有多大了吧？你快看看哪一个比较好，告诉我啊！前任好汉有美牙大人，现任老太太美牙大人。哎，你们不要这么大声啊，很丢脸呢。选择伴手礼，只要保持在最低限度就可以了。那最低限度到底是什么？就是要按照人数选择足够的分量。不愧是前任老太太。是前任 OL 美牙大人。然后呢？另外呢，只能在当地才能买得到的东西比较受女生的欢迎哦。那我现在过去那边的酱菜区随便看一看，你快点做决定哦。那些节目里面介绍过的抹茶茶蛋糕卷，要吃吃看吗？当然要啊。在嘴里融化的美味。好吃哎，又是限定品，就选这个好了。尚未期限直到明天呢。马上到期的东西也不行哦。说不定明天有些同事还没有来上班，那就吃不到了。部长的伴手礼听说尚未期限直到今天呢，有美休假没了的吧？怎么办呢？我
们通通吃掉吧，只要不说他也不会知道啊。可是我们吃光的事一定会有人说出去吧。哦，原本一定会装模作样的说人家也想吃那种抹茶蛋糕卷的书，结果却偏偏买了马上就到期的伴手礼，都是鼓掌的错了。不，我们算账的。对不起啦，为了赔罪，中午请你吃饭吧，优美。如果变成这样，那其他女同事就会……他们两个有问题吧？关系不寻常呢。被别人误会的话就糟了。放心。哦，好大的大馒头，震撼力十足哎！好，就选这个好了。啊，没办法，分给大家的东西不行。老公，到现在还没决定啊？是啊。有个慢吞吞的爸爸真伤脑筋呢。冰松名产鳗鱼派，总算找到冰松的东西了。啊，这个很好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应该不会出差错。深夜的点心啊。你不买吗？不好了，我觉得送深夜点心不太好。太好笑了。不为什么为了买区区的伴手礼就烦恼到这种地步啊？世界上明明有很多应该烦恼的严重问题才对吧？我们休息一下吧。妈妈，人家想吃双麒麟。我也吃个双麒麟让脑袋冷却一下好了。蒸巧克力馒头，好吃哎！怎么了吗？你觉得这个好不好？我也要。吃完双麒麟就给你吃了。好好吃哦，个别包装，数量也恰到好处。赏味期限是3天以后，这个很好哎。哦，前任 OL 盖章认可了。现任老太太的大肚子。少啰嗦。1800元。哦，还蛮贵的耶。就是嘛，不，就算扣零用钱，也要咬着牙买，展现男子汉的气概。爸爸好帅哦。等一下，我记得好像部长也说过这个周末要去旅行之类的。好像很好吃，我也来吃一个。股长的伴手礼好好吃哦。前辈的伴手礼好好吃哦，花了不少钱对吧？是吗？好吃就好了。好好吃哦。不行啊，这不行。虽然想获得女生好评，可是比部长受欢迎就糟了。还是决定不买吗？去下个休息站看看好了，也许会有更适合的。可是商品应该都差不多吧？哎呀，很难说了。这次我决定要赌一把，而且这个赌注我一定要赢。没什么两样嘛。真是的，所以我不是说了吗？好，去下一个休息站吧。都一样，都一样嘛。都说了，下一站我一定要找到。现在已经距离静冈线很远了呀。我已经困了。累死我了。前辈。嗨。谢谢你带回来的伴手礼。可是前辈，我记得你不是说要去冰松吗？后来因为有很多原因就在附近玩而已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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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